你好，你好，小朋友，我是梁老师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好了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文。好，我们来学习这是谁的狗？跟老师一起念词语，这个词怎么念？这儿，这儿，那儿，那儿，多，多，很多，很多。小朋友，你们都说对了吗？我们再来说一遍，这儿，这儿，那儿，那儿，多，多，很多，很多。好，我们来写一写，写一写，看看小朋友会不会写。这个字怎么念？这个是这，对吗？我们举起你的小手，跟老师一起写：点、横、撇、捺、点、横、折、折、撇、捺。好啦，小朋友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好，这个字怎么念？捺。举起小手，我们一起写横折钩，横横撇，横折弯钩竖。好，这个字念作捺。好，你们都会写了吗？好，下面这个字怎么念？多。多，我们一起来写，撇，横撇，点，撇，横撇，点，多，多，好啦，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。好，小朋友看，这里有一幅图。这幅图上面有很多的什么呀？鱼，对啦，有很多鱼，很多小鱼。我们一起跟梁老师说，你看，这儿有很多小鱼。你看，这儿有很多小鱼。你说对了吗？接下来再说另一个句子。好，我们看，你看，那有很多什么？对啦，鸟，小鸟，是不是很多？是，所以我们可以说。那儿有很多小鸟，因为距离比较的远，我们可以用那儿，那儿，那儿有很多小鸟。好，再跟老师说一遍，你看，那有很多小鸟，你会了吗？好，接下来听一听，判断正误。老师来说，你来说对和不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题，这是狗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狗，对。好，第二题。这是老虎，
这是老虎，对不对？叮铃，不对。好，下一题，这是鱼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第四题，这是鸟，对不对？叮当，对的。好，小朋友，你们都说对了吗？学习，好，继续学习，读一读，判断正误。我们看第一题，你看，这有很多小鱼，在哪里呢？第一幅图还是第二幅图？对了，第二幅图，这有很多小鱼。你看，那有很多小鸟，是第几幅图？第一幅图。对啦，你看，那有很多小鸟。哟，你们都说对了吗？我相信你们做的都对了，也很棒。那我们到这里结束，下节课再见吧。再见。